你要是真当火烧的啊！你要爱的，人选你要找去做国王哦。我看你那个班的那真野蛋呢！李王子，人家讲不作不丢夫，到这来啊，空出王朝，你看我头版外国，看袂着就兴兵变甲你欺负啊！一定父王刚才唔放手，你当时也当做皇帝啊，归去，唔着卖，哎你。
你能休息啊，我去做个礼盒啊。这鬼见了，这该休息。当咱的这汽车红灯以后，怎能敢看你的面色啊？你的意思是，爱我还是红色你啊？对啊，啊咱人家呢本来就爱色啊，对不对啊？我那么爱你，我永远攀不上地位，永远你个机会啊！北京啊，苏姐，我是活大家。Thank you.